大家好，欢迎收睇《分上会》，我是 Rocky。由青少年儿童画家培育基金主办的香港国际青少年绘画比赛现场写生比赛，于8月25日起，一连五日在香港各个著名古迹及文艺景点举行，包括黄金海岸、姚宗颐文化馆、大澳文物酒店、政务司司长公馆、马湾方圆书室及九龙城寨公园，令参赛者亲身认识一个不一样的香港。现场90位来自全世界18个国家及地区，年龄介乎13到18岁的少年画家，以不同文化的童心和眼光，将香港的文物建筑、活化建筑活现在画纸上。我们希望很多时候一些 有志愿或者有心，希望在艺术、啊、或者在设计或者作画上面有进一步的发展的学生，他想了解多些究竟画画的领域可以去到多远的，不需要离开自己的国家，你可以一次过哇见到20对来自世界最精英的学生，我想那个是远比你搭飞机去第二度旅行或者看多少本教科书更有用，还有那个进步更快更远更大。香港国际青少年绘画比赛自去年开始举办，是全世界同类赛事当中最大型的赛事，主要为香港青少年画家提供平台和世界艺术精英交流切磋。你而家收睇嘅系南方电视台。